传说中射手座只喜欢追不到的人，那你平时是拒绝别人比较多，还是被拒绝比较多？都没有，也没有人让我拒绝，然后我也不给别人拒绝的机会。那印象最深刻的告白是什么？哎，我的人生中好像都没有什么告白的瞬间。长这么大，长这么大。看到你心情就会变得很好。那个，你觉得我帅吗？你觉得我喜不喜欢你啊？我觉得我挺喜欢你的。要不你看你怎么着？咱俩试试。